哦，爱情条约。大家好，那个这个是我跟怡景的那个爱情的条约，那也是我们的爱情守则。跟着我开始服从爱情条约一，所有的猜忌都要甘之若饴。当他的关心，当他的快递，你们还当他的提款机。跟着我开始服从爱情条约二，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。他什么都好，他什么都美，但发誓爱他终身不悔。相处的时候，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。得力的时候，要假装自己口吃口缺，放任他碎碎念，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有几次碎。其实之间，飘飘一线，爱可以不悲催。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，只要有慧眼就能看出端倪。跟神仙伴侣，跟财迷夫妻，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。让我欢迎新娘一起进场。那请各位嘉宾给我们新人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好的，那大家看到我们新人手上有棒棒糖哦，因此呢，也请所有嘉宾想要这个幸福的棒棒糖，可以上前跟我们新人索取，但是记得要温柔，不要太过于暴力。Go go go， 老师。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，大家不要太过于暴力。哦。走完这里就结束了吧。你想干一次